什么？你是说让南瓜做桌？感谢粉丝的支持。我你选一个。我选这个，说完没有啊？说完我开完了。好像你能开出什么玩意似的。各位观众，看好了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都是好的，来干杯！什么什么吃什么？必须说，我最白，我先选。你个小垃圾，看我的！我操！我也是啊，看来你有钱人吃饭。没钱人吃饭。终于可以吃饭了。有多可爱，直到后你是笑的再站起来。两口一看一马袋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想到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你瞅，我先选。没菜，你个小垃圾。我喜欢。我瘦，我先选。哎，我喜欢那个。耶耶耶耶耶！嗯，到我了。老弟，我换一个。我兄弟情义在，稀饭也在。你是谁？还有朋友说我们家牛肉酱牛肉少，来，我倒出来给你看一看。来，我一个一个挑出来给你看一看。这边是剁椒香菇，这边是牛肉，牛肉颗粒大，而且很有嚼劲。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新鲜黄牛肉制作的，不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下一单试一试吧。选了什么吃什么，必须说。今天我先选椰笋炒腊肉，没辣味。我先选，没菜。你是谁？看来你选到什么吃什么，必须吃完。
明天吃啥？看人品。广东人喝粥。饮到我来时，你都可以救。乌马我知道，只见到那沟沟。湖南人喝粥。今天吃啥？吃火锅。